即刻想放工，只想放工约你出嚟。Thursday， 睇到功夫紧缩双眉，时时但愿伴着你。Wednesday， 一天收工收工，轻轻挽手逛下海皮。心想将相思解除，唯求日日望住你。Friday， 我觉得更好兴致，但愿与你买飞睇影戏。Saturday， 公园欣赏好心机，斜阳下共你坐草地。这首歌是什么歌？我卡住了我自己。好了，这首歌就是我们郑少秋的一个叫做 Oh Galu， 是不是这样说的？我都是在这个歌词里面学到这个字是这样读的。Oh Galu， 是不是这样读的？ Oh Galu， 是的。咁啊，呢首歌咧啊，嚟自我哋郑少秋啦吓，咁亦都系我哋 Lonkey 伯伯嘅一首点唱歌嚟嘅。Thank you， 多谢你嘅点唱，又学咗一首新歌，一首非常之开心快乐嘅一首歌。因为我开头一睇嘅时候咧，我见到呢首歌呢啲歌词好正啊，佢咧简直系由 Monday、Tuesday、Wednesday、Thursday、Friday、Saturday 再加埋 Sunday 咧，七日都唱晒出嚟啊！真是犀利啊！喂，真系如果唔系 Lonkey 伯伯咧去推介呢首歌，其实我都真系唔识呢首歌。而家佢啲勾勾仲要三添。好，你等我一阵下，因为我部电脑仔呢度仲未开啊，呢个一阵下。喂，我想问一下咧，大家咧嗰、那个嗰、那个 mon 嘅你哋嘅手机荧幕咧？左边、右边、右边咧，系咪有个心心喺度啊？系咪新功能嚟噶？我想问一下，有冇朋友可以试下笃下，系有啲咩反应嘅会？你哋有冇噶？以为是伟伟的点唱，不是啊，伟伟不是这首。没有啊，为什么我有的？见不到心心啊，没有啊，
点解我有嘅？系咪我坏咗啊？定系我嗰个系新功能？诶，多谢 Longkey 伯伯。喂，你哋睇唔睇到我个 mon 啊？而家咁咧，呢个系我直播个画面啦。好耐已经有添啊 ，Danny 话唔系嘛，我而家先见到嘅。跟住喺呢个位有个心心嘅。咦，我见到有人揿，应该有啲心心飞咗出嚟，系咪？系咪 Danny 揿噶？咁咧呢度就有啲嘢弹，见唔见到有行嘢，有行公仔弹咗出嚟啊！大家，我唔知道你哋个电个 mon 会唔会睇得到啊？呢度有好似啊啲公仔有啲似 Facebook 嗰啲咁样嘅。咁咧又第一个系心心，第二个系笑笑，第三个系炮仗啊，系咪叫炮仗啊？花炮，第四个就呆发呆，唔系害羞，我唔知道我叫咩啦。跟住最尾嗰个就100分咁样咯。你哋有啲人有嘅喎，应该系嘛？我试下读下，有咩？我喺个顶度自己会见到有啲心心咯，你哋见唔见到噶？我睇下个 iPad 有冇出嚟嘅先。我 iPad 呢度又见唔到有心心出嚟嘅喎。诶、欸？